哦，想要到，谢谢你，辛苦你了。不行，这样是很顺的，但是很糊味。这游戏玩这样子很糊味。你无力那些无力有调高吗？就调低啊，调高，调高他受不了的。不会，那一点点，差一点点而已。又嘛！应该在网卡，我总觉得调高好像受不太了，因为有点卡。那就调再调低一点点，反正它就是一个那个。调到画质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要画质啊，我要玩的顺啊，电脑都不好了，还跟人家要求画质，就行。轰炸区。卡成狗，没有失业，失业是卡成狗。真多，别打、啊！嗯，打真多，耶！他电脑不顺啊，你再去调调看吧，看还是用回原本的。用回原本的看看哦。原本也是卡、啊，原本也是卡。嗯，我一直都很卡，我没有那个顺过、啊。现在也是卡。对啊，我一直都很卡。没得解决吗？嗯，应该只能升级配备解决了。电脑就不好了。到底是记忆体的问题还是？记忆体的问题吧，我记忆体一直是很紧绷的，八 G 用到极限的那种，应该是记忆体的问题。哎呀，算了，电脑不好了。调屏幕分辨率不会影响到游戏的那个啊，那个顺畅度啊，不会影响到。其实它是配备的不够啊，有加上实况，因为 OBS 这个软体占你的那个资源有到30%这么高，30%其实蛮高的、欸，我的7%而已，对啊，我的是30%，因为是旧的 OBS，
720p 是什么意思啊？是，听说720会提高一点。对啊， 720p 什么意思啊？看那个，你去看人家台，不是有些人 720p 就，我就是 720p 啊。对啊。那是不要紧，我只要求对枪不要卡就好了，其他地方卡就算了，对枪不要卡。到了，干！好了吗？偷宝宝，等一下又直接顺打无言。所以呢？冲锋枪枪口一世纪，你要不要冲锋枪啊？我不用。你不用冲锋枪？这有一把冲锋枪的那个消音器呢，你要不要？来来来，进来！跳跳跳，起来跳起来！这儿啊这儿啊，你认错人了、啊，兄弟！厨房这边啊，这儿这儿！卡成狗啊，死爷！卡成狗啊，操你妈！得了，出发了哈。其实我们中心点，我们可以归到胜利。找间房子归好了。这个启动选项应该不能用。它阴影部分，它这个启动选项阴影部分做得很烂。不是说你给我的启动选项不好，是它真的，它这个启动选项真的很烂。有了有了。原子笔，等下给我之前旧的启动选项吧。用冲道就冲道吧，冲掉不知道会有多夸张。你所谓的冲道是没有办法那个吗？没有办法，好像是没办法开。那我这个好像也没有好很多。你看我这个画面，定的启动选项啊，就变这样啊。这个阴影什么沙小全部变这样啊。我好像头很亮一样，我走的地方，我看的地方才是亮的、啊。我好像头有。手电筒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头有手电筒啊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我照到的地方都有光啊，我头这个光头是亮的啊，我的光头很亮，你看到我这个光头照到的地方都是亮的。阴灵附身，头灯，对，我的屁股都是暗的、啊，只要被我照到了全亮。这个地图有我的头，我就是太阳。哎，戴安全帽之后会不会这个灯就关掉了？哼哼，有可能哦。活动状态，你的画面好新哦。我的画面真的很夸张。没背景了，兄弟。你有看到我的画面吗？我要不要看一下？你有看过这么亮的人吗？头灯。嘿嘿嘿。嘿嘿嘿嘿。我的头灯好亮啊。照一下，照一下。你要不要
步枪的音器啊，消音器吗？对啊，我找到步枪的，我去找你。不知道怎么打，现在还有一个送弹夹，扩充弹夹跟双弹夹哪个比较好？双弹夹，因为它双弹夹会有快速的效果。OK， 十三刚给我的那个启动奖是什么？啊，不是那个微风刚给我的启动奖叫。我不知道啊，他说那是配好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小杨桃弄的。他的启动选项好像阴灵附身哦。阴灵附身，见鬼啦，兄弟！哎，早啊，早啊！啊，好愤哦！啊，操你妈的！还是因为是一。我把启动权关掉，操你妈！路还是这样。你要抱气了是吧？我抱气。先去吃早餐啦。拜拜。我要抽烟了，受不了。你是不是还没吃？不想吃，气都气饱了。你就是不吃才会这样啊。好烦啊！我要去公司一趟。我们找地方先躲好吧。哦 ，P 城站吧。哦，我这边有一台车。他下车了啊！三楼有人，三楼。可以直接把阴影关掉。爬过来，爬过来，爬过来。子爷可以帮一个忙吗？帮我查一下阴影关掉阴影的启动选项，我只要那个就好了。